诸位同学，诸位同修，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书本第四十六页，第四十六页第四行，第十个字看起。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盖人有亲疏贵贱，有志于贤不孝，万品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孰非当敬爱者。这是这一篇呢，积善之方的第三大段。这一段呢，了凡先生告诉我们如何积善。那他们把一般的善行啊归纳成十种，那劝我们要努力尽力去做啊。那这是第二，教我们呢爱敬存心。他说，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那么前面呢所说的君子跟小人呢，在行迹上，在外表不容易辨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其实要从存心处去看。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君子所存之心呢，只是爱人敬人，除此之外啊，什么都没有，只是爱人敬人。那么反过来啊，便是小人。那爱敬反面呢，就是嗔恚、嫉妒。所以啊，我们要常常反省，天天检点，我们有没有存爱人敬人之心。所以普贤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就告诉我们要礼敬诸佛。下面说呢，盖人有亲疏贵贱，有志于贤不孝，万品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孰非当敬爱者。那这是从理上来观察的，世上啊确实啊有亲疏贵贱，有志与贤不孝，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他们呢都是我们的同胞。以我们中国人呢来说，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考察，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都是一家人。不止中国人，
如果追溯我们这个地球的开始，那可能连动物都跟我们有亲属关系，那这是更远的。就以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皇帝就是我们的始祖。在古时候，每一家人呢都有家谱，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家谱，从家谱啊一代一代的追寻上去啊，追到老祖先都是皇帝。所以啊，纵然有亲疏，有贵贱，有贤愚，种种不齐，我们爱敬之心啊不能够改变，都要爱，都要敬，因为都是皆吾同胞啊。那么皆吾一体，那这个就更圆满了，比这个同胞更圆满，更究竟。佛法所说啊，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所以佛对一切众生啊，胎卵湿化，乃至于有情无情，都看成是一体的，称之为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就比我们世间讲这个血统啊更广大，更圆满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当然就知道皆吾同胞，皆吾一体，是真正的道理。佛也告诉我们，尽虚空遍法界，其实就是一个自己。所以佛的慈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都应当礼敬，都应当爱护，事事物物啊，我们都要敬爱。下面又说，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智，即是通圣贤之智。那么在古时候啊，读书啊明理的人啊，敬圣敬贤，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工商时代啊，贪嗔痴慢不断增长的人，敬圣敬贤，在思想上，在心态上不一样。从前的人敬圣敬贤，是因为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使我们见贤思齐，我们看到他，我们向他们学习，向圣贤学习。现在的人呢，敬佛啊，敬菩萨，乃至于敬鬼神，都是希望佛菩萨啊，乃至于鬼神呢，让他发财，让他甚至做了坏事啊，不要被人家发现，不要被抓到，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啊，这个通圣贤之治，圣贤之治就是为众生造福，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得到安和乐利。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五福啊，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希望自己长寿富贵，健康平安，这是一般人呢都希望的。但是这些都是有因有果，你想要得到好的果报啊，那就要先种善因啊，要先种因才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如果你不修因，不先结善缘呢，只希望求到好的果报啊，那绝对不可能，绝对得不到的。那么圣贤人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所以圣人之志就是群众之心。只是圣人啊，他有智慧，群众大家迷惑颠倒，所以圣人教导大众要修善积德，才能够得到好的果报。那么修善积德啊，要从这个爱敬开始啊，先学啊爱人敬人，爱物敬物，爱事敬事，对人事物啊都要真正敬爱。所以啊，十大愿王里面告诉我们，修行啊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跟我们读《礼记》，我们看《礼记》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无不敬”，你看都是同样的道理，“无不敬”就是没有不恭敬的，一切都恭敬，要从这里开始。下面又说，何者圣贤之治，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吾何爱何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这个就说明啊，能够明白众人的志趣，就能明白啊圣人贤人的志趣。什么是圣贤的志趣呢？圣贤的存心，刚刚就跟我们讲了，无非啊就是呢要各得其所，要世人呢能够各得其所啊，各个安居乐业。这是圣贤的存心，所以我们对一切人都要能够呢和爱和敬，要去安顿一切世人。那么都是啊代替圣贤安之也。为什么呢？因为圣贤的志趣志向啊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这样存心爱敬一切世人，等于代替圣贤安顿世人。那我们的存心呢，就跟不知不觉当中就跟圣贤合而为一了。所以圣贤佛菩萨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心愿。什么想法什么心愿呢？就是教导一切众生各得其所，善根深厚的人，那引导他成佛做主。如果没有什么大志的人呢，他希望得到什么都祝福他，
都帮助他能够如愿，这是圣贤之志。那么这个是第二啊，爱敬存心。接着第三呢，何谓成人之美？欲之在时，抵直则瓦砾，追逐则规章。那么有一句谚语说啊，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们看到别人啊有好事情，我们都要尽力的来帮助他，让他完成，让他能够顺利。那这个欲之在时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玉啊，在还没有经过加工的时候，看起来啊，它也只是一块石头而已。那抵直则瓦砾，这下面有注解啊，他说抵御啊，抵拒敌对而抛掷之，这就是说，如果将这个玉啊，你认为是一个只是一块石头啊，那就把它丢掉了，抛弃了，好，那就跟一般这种石头瓦片啊没有两样了。那么追逐则规章，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啊经过一番的加工，把不好的去掉，好的留下来，哦，那就变成珍贵的规章了。规章就是宝玉。那么石头有很多种，首先啊，我们要认识哪一块石头里面呢有玉，它的成分如何啊，有好有坏。对人呢也是一样，第一我们要认识人才，他的资质如何，然后呢尽心尽力的帮助他来成就他，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啊，乃至于环境上，都应当作为增上缘来资助他，使他成为有学、有德、有道的人，这样来成人之美。那么我们举一个过去的例子，禅宗啊，六祖慧能大师，他在黄梅得到五祖的衣钵，五祖传法给他之后呢，受到了不少的辛苦，很多人呢都想害他争夺这个衣钵。那么慧能大师啊，得到衣钵之后啊，躲了15年，躲到猎人队里面，跟猎人队啊一起过生活，在这个猎人队里面呢藏了15年。那么如果没有遇到印宗法师啊，六祖也不会受具足戒登大座说法。那么我们都知道印宗法师啊，在当时也是一方的大师，他也能讲经说法，那他替六祖慧能大师圆顶之后，等六祖受完戒反过来拜他为师，帮他剃度，后面呢反过来拜他为师。我们想一想，有几个人能这样做？六祖一生
度化众生的成就，刚好遇到了印宗法师，有成人之美。如果遇不到印宗法师啊，六祖可能也没有办法将佛法啊流传到后代。所以说，成人之美这个功德啊，无量无边。下面又说，故凡见人啊，行医善事，或其人智可取而资可进，皆须诱意而成就之，或谓之讲戒，或谓之维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培育人才。看到这个人呢、他心地纯正、忠厚啊，或者是志向纯正，这个资就是资质，资可进，资质可以造就，那我们应当要全力的帮助他、成全他。皆须诱意而成就之，就是说要引导他，意就是帮助、扶持，要帮助他、扶持他。那么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呢、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善财童子啊，他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参访善知识。虽然呢、他年纪很轻，但是他的道德学问呢、都值得我们学习跟尊敬。我们看到他见到善知识啊，都是先礼敬。那么这位善知识一定先会问他说，你从哪里来的啊？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啊？你有什么需求？我们看这53位善知识所问的跟善财童子回答的都是相同的，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前后重复了数十遍。善财童子第一句是说，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立志要成就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但是呢，我不知道要怎样修持，怎样来存心，所以到这里来请教。那么善财童子都是这样子向善知识来学习的。那么这个发心呢、就是此地讲的立志。志可取又好学啊。那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才，当然要尽心尽力的成就他。有志向、有目标啊，不论世出世间呢、他都会有前途、有成就。那么或谓之讲戒啊，讲戒就是鼓励；或谓之维持啊，维持就是扶持、帮助他，使他能够安心学道；或谓白其屋而分其谤，勿使之成立而后已。那他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会被人有冤枉的地方啊，要替他辩白冤屈。分其谤啊，就是说他被人恶意毁谤，那么要替他分担。这个下面有注解，他说讲戒维持啊，辩污
分谤。能如此成全人，便是大学问、大智慧、大福德相。能够这样去成全人呢、如果没有大学问、大智慧、大福德的人呢、确实不容易办到。勿使之成立而后已啊，那么这样成全别人啊，直到他的善行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出世间的贤者，在修行的过程中，总免不了遭到嫉妒、毁谤、种种障碍。有些这些障碍啊，往往会给他带来困惑，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足以让他退心，那就很可惜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替他分忧。那么如果这个人将来啊，能够有所成就，他将来有多少的功德，那么照顾他、帮助他的人呢、跟他是同等。在中国古代有这个见贤受上赏，就是说你替国家推荐一位贤人，国家对你的奖励啊是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贤人为国家建功，替国家服务啊，为百姓造福，都是因为你的推荐。所以过去中国社会啊，确实是推举贤能，推举孝廉，把人才啊真正的发掘出来，推荐给朝廷、国家。那么既然是好人，为什么还有人找他麻烦呢？还有这些嫉妒障碍呢？甚至毁谤呢？俗话也说，好事多磨，多魔障。你要做好事啊，很多的障碍；你要做恶，魔很欢喜，魔喜欢你去做恶。魔不但看到你做恶不会障碍你，还会给你鼓掌，帮助你。如果你要做好事啊，哦，那你就跟这个魔相反了。魔看了不顺眼，所以他就来找你麻烦。那么一方面魔找麻烦，那另一方面是自己生生世世冤家债主，看到你修行啊，将来你如果脱离六道，那过去种种欠他的还没有还呢、他绝对不会甘心的，不甘心呢、就会来障碍你、阻扰你。所以菩提道上啊，一定是魔障重重，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以前没有接触佛法、没有学佛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事情啊。学佛了啊，越学佛啊，这些烦恼啊、困难、折磨，乃至于病痛，越来越多。是不是学佛有问题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确实啊，磨难重重。所以
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啊，自己所造的种种业障啊，要怎么来消除呢？怎么避免呢？当然，我们每天啊，将我们每天所做的功课，通通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把所修学的功德啊，通通分享给他们。常常存这样的心，我们要知道，全部给他们呢、啊，就是自己圆满的功德。我们自己呢，什么都不要啊！如果你不发这样的愿心呢、啊，你想在菩提道上没有障碍啊，相当不容易。下面再跟我们讲，大抵人各悟其非类，大抵就是大概的意思啊。我们看下面的注解，注解说，宗旨、性习或个别或相反也。众生肉眼不识好歹，同物相继，臭味相投，误认为良伴，直至身败名裂而后已，良可悲也。岂知相反是相成，苦口多良药，忠言恒逆耳，顺时亦请复，逆境多正拔，有作为人当开放见地，以善处之。这个就是啊，孔老夫子说过的一句话啊，叫做物以类聚。性习啊，嗜好相同的，很自然的就会聚在一起。那性习嗜好不相同的，就会产生排斥，合不来。譬如说，喜欢打麻将的啊，每到假日啊，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到朋友家里啊，这个做这个消遣。喜欢喝酒的啊，当然就会找这些爱喝酒的朋友。那喜欢学佛的，想要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解脱生死痛苦的人，那他们就会找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啊，研究讨论。那么这些现象啊，大概都是如此的。所以俗话说啊，忠言逆耳，苦口良药。在顺境里面呢、啊，淘汰人呢、啊、很容易，也就是说啊，在顺境里面很容易使一个人呢、啊、腐败，在逆境里面呢、啊，反而能够成就人。我们看富贵人家的子弟啊，多半不能够成器。为什么呢？人一享受啊，大都啊不能够振奋。但是当一个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在很不好的环境当中啊，反而能够振作起来。所以清寒的子弟啊，多半能够出人头地。下面说呢，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这就说善人呢是一类啊，不善的人是一类，不善的人多啊，人多就势大，善人少势力孤单。善人在俗亦难自立，就说善人呢、啊、要做好事啊不容易，因为恶的势力很大，造成了障碍。我们看在佛门当中啊，自从释迦牟尼佛示现，代代都
免不了有这种情形。这个禅宗六祖也是一样，他得法之后啊，明心见性了，还要躲在猎人队里面躲15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嫉妒障碍。所以啊，善人在俗，有一些一生当中啊遇不到机缘，那只好独善其身。所以如果要让善人能够兼善天下，利益众生，我们有能力有福德的人呢，一定要成全他，帮助他。下面说呢，且豪杰铮铮，不慎修行机，多易指责，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为人人长者匡直而抚益之，其功德最宏。豪杰铮铮，豪杰他有注解，他说智过万人者谓之英，智过千人者谓之俊，智过百人者谓之豪，智过十人者谓之杰。这个很容易懂，智慧超过10000人呢，称为英；超过1000人称为俊；智慧超过100人呢，称为豪；超过10人称为杰。那这4种啊，合称为英俊豪杰。那铮铮呢，他说拳啊，金声，就是比喻这个铁器啊所发出的声音啊。有这个不同凡响的意思。后汉刘彭子传，光武曰：卿所谓铁中铮铮者，言不同寻常也。这个就是说，后汉光武帝称赞这个刘彭子说他是铁中铮铮。称赞他跟一般人不相同，不慎修行机，多易指责。那么这是说，这个豪爽杰出的人呢，他们的性情大多呢刚正不屈，不拘小节。一般人呢，看外表啊，就指责他批评他，就多易指责常常呢容易被人家批评指正。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那么因为世俗一般人呢，这个善人少恶人多，所以善人做事往往遭到排斥欺负阻扰，所以善事不容易成就，而且还会遭到别人的毁谤。为人人长者匡直而抚益之，其功德最厚。这就是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只有靠有德望有地位的长者来教导指引这些不善的人，帮助这些行善的来成就他的善事，辅助他，帮助他，那么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在佛门里面我们能够培养一位法师，功德之大，很多人不晓得。很多人以为修个庙出多少钱，做多少好事功德很大。其实那个都是很有限的。不见得真正的有大利益
而且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还很有可能啊，你是好心啊，却做了坏事。因为真的，我们善恶无法辨别，所以啊，唯有培养人才这个功德才是真大。因为只有人才才能够续佛慧命，让佛法绵延不绝。但是佛法的人才啊，也不容易，所谓的可遇不可求啊，求不来的。他的志向啊，一定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的心地清净平等，大公无私，这样是才是佛门的人才。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才啊，当然尽心尽力的啊扶植他，培养他。那么以后他如果真正有成就啊，那么扶植帮助他的人啊，功德跟他同等。这是第三条啊，接下来是第四条。何谓劝人为善？生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意义最易莫逆，凡与人相处方便啊，当方便提息，开其迷惑，譬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绝，譬由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为会最朴。那么这一段是说劝人为善，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一个人啊，纵然罪大恶极，其实啊还是有良心的，孰无良心呢？再恶的人啊都还是有良心的。其实所有的人啊，没有不希望向善的，再恶的人他也希望修善行善。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善心善行是人的天性，也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性德。既然善心善行是性德，那么人为什么还会去作恶呢？仔细的研究啊，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自己内里的烦恼习气，内心里面的烦恼习气。第二个就是外有恶缘。那么虽然是造恶啊，不被良心谴责的人呢很少，作恶他也知道不对啊，会受良心的责备，只可惜啊，他没有遇到善友提醒他，帮助他回头，所以啊，甚至越迷越深。这种情形啊，我们常常看到。世路意义，这下面有注解啊，他说有所求而不知也。那么这就是说迷惑，所谓贪而无厌。世出世间的圣人告诉我们啊，对治这个毛病啊，最好的办法啊，就是知足常乐。知足是什么呢？就是戒除贪心，能够知止知足，才能够修善，才能够积德。如果是贪得无厌呢，不可能。罪意莫逆，这就是说堕落。
可见得啊，在过去的社会啊，崇尚简朴，现在的人啊，思想环境啊，都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思想啊，都叫做尽量消费。如何来促进消费？这跟过去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人啊能够知足啊，那他就不求于人，所谓啊与世无求。那无求呢，自然高尚其人格。好，那么做学问修道德啊就容易成就。所以现在的观念呢、啊、跟古时候、哦、是很大的不同。要现在的人啊能够高尚其人格啊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在所教所学整个社会的环境它的氛围不是如此。都叫你尽量的满足欲望，尽量的增加欲望啊，所以现在的人啊，要修行办道啊，要有很大的力量来推动，相当不容易。好，所以啊，凡与人相处啊，当方便提息。跟一般人相处啊，世俗的人相处要善巧方便来提醒他，让他觉悟，他迷在五欲六尘里面呢、啊、佛法里面讲这是值得可怜的啊，值得怜悯的。那么提醒他的时候啊，帮助他的时候啊，就需要讲求啊，还要讲求，要有方便，要有技巧。如果你直接了当的跟他说啊，有时候他不会接受。所以啊，你道理要通达啊，你要懂道理，而且还要具备方便跟善巧，才能够这个开启迷惑啊，把他这个迷梦点醒。那么这些道理大经大论呢、啊、通通说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我们细心的去研读，并不难懂。难的呢就是我们不肯去研究。啊、哦、研究之后啊没有做，或者是不愿意接受。换句话说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甘堕落，那就没办法了。然后是那么下面举一个例子，举一个比喻，他说譬有长夜大梦而另之一觉，就好比长夜的大梦，那你把它叫醒了。那又好比呢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我们生死凡夫啊，哪一个不是被无始劫以来啊这些烦恼习气所障碍？烦恼是魔障的一种，所谓的烦恼魔，烦恼折磨我们的身心。烦恼魔，那个魔经典里面啊，那个字不是魔鬼的魔，是折磨的魔。因为啊，它折磨我们的太痛苦了啊，所以把它写成魔鬼的魔。其实是折磨，烦恼折磨我们的身心，使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出不去。那么什么人才没有烦恼呢？一般来说啊，证得阿罗汉果以上，
那才可以说没有烦恼。换句话说，烦恼没有了，你就证阿罗汉以上的地位了，就不是凡夫了，就进圣人之流了，进入圣人的行列。那么烦恼能不能断呢？绝对能断。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断？你有没有下定决心要断？如果有下定决心呢，绝对断得了。所以此地讲啊，而拔之清凉啊，为慧最朴。你能够帮助众生拔除烦恼，这个恩惠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佛菩萨弘法利生啊，我们常说佛菩萨的恩惠恩泽啊，没有可以相比的。父母对我们的恩惠是一生，佛菩萨对我们的恩惠啊，生生世世，这个恩泽多么的重，多么的广大。那么他底下引了韩愈的几句话，他说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一时就是当时啊，当世。我们分析道理啊，来劝导别人啊，让他觉悟，这叫做口说。那么口说啊，用说的只有利于当事。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劝广大的群众乃至于后世的人呢，那最好的工具就是用文字，那么制作成书本，这样才能够保存的比较久远。这是劝我们把善言跟善行记录下来，那广为流传。像这一本《了凡四训》，这四篇文章，原本了凡先生啊，他只是写给他的儿子啊做警惕的，教训他的儿子的啊，并没有意思啊要流传到后世，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虽然无心啊，但是却做了大善。后世依照他的这个四篇文章来修学改造命运、离苦得乐的人非常的多，这都是受了了凡先生的恩惠。那么这一本这四篇文章啊，就是劝人为善的典型，是了凡先生啊他自己一生啊改过自新的心得啊，那传给他的子孙，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进而认真努力的实行。那么这是积善里面最有效最显著的。实在讲啊，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没有文学的基础啊，不能写文章，其实呢，我们每天所见的、耳朵所听的，能够一天写个一条两条啊，你记录下来，这也跟这个四训呢相差无几。所以我们就知道，劝人以口啊，劝事以书，不是难事啊，只要你有这个心，我们都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接着念佛回向。